各位，没想到今天居然有这个金币活动啊！然后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巡回赛的介绍，他说我不仅有三个金管在那个活动里面，我在这里面啊，这个巡回赛这里啊，他跟之前2022巡回赛一样啊，每天你看这一次这个金币加成350元，也就是说我这个每天都有金币活动的情况下哦，可以获得20000以上的金币啊，哦，这个是大好的金币赚取时机，但是就是有个缺点，就是这样我那个录影的顺序会被打掉，因为有时候我虽然每一次都是打三个 base sale， 但是当我要去录这个金币活动时，其实也算在一个杯赛里面，所以真的会被打乱。不会，没关系嘛，没关系啊，这游戏就是这样才耐玩吧，耐玩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啊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啊，特殊赛道 RAX 就是特殊赛道了啊，我们又来到马六赛道2RAX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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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为了避免回音了，所以避免有那个我那个回音，所以我现在戴着耳机玩。否则我现在没有戴耳机玩的话，会有回音。但是我自从换了新手机，我都必须要这样子录。否则我这样开麦克风，它不仅会把我的声音给录进去，连游戏声音也给我录进去了，这一点都没在防御的。我对我原本的手机没有这个问题、啊，所以而且这个手机的问题，然后也不想再换了。要换我还要把那个账号，还要把那个账号以及档案资讯全部转过去，麻烦死了，大头佛。啊，这因为只是挑战关卡，他给我们的角色，可能我们那边可能有更强，我们就先不要认真打了，到时候我们有什么所需，我们再认真打。怎么样啊？你看这样就轻松达标，OK， 旅馆，耶，开下去，开炮，所以啦，相对于超级稀有的稀有度，直接十颗红宝石给他爽爽的得了。毫不留情就直接给他吃掉，1000块钱也爽爽的得了，稀有等级的价格。接下来泡泡鱼岛 AKS 啊，已经可以狂热了，终于，我们又来到泡泡鱼岛了，被 X 所加成，哎呦，刚才撞到头，哎呦，撞到车头了，还被碾了一下，还有发大财，而且这个发大财真的发很不发哎。发财技术有待加强，
后面的名次被垫的，我先变回来啊。哦，完了，黄书记啊！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一直狂出界？我一直狂出界。我觉得甩尾有点大哎，为什么？哎，这很故意耶。好呀，完成到我算了。哦。可恶。我们联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狠啊！哎呀，四五万啊！还行嘛，啊，四张票券啊，这没用啊。我这在分数上的加成是有差的。哦。回来椰子广场啦，各位！哎，我看到一个名字哦，我看到那个名字。等一下，我们仔细看一下那个名字。那个拓巴太胖了，刚才直接往我这里撞，太胖了，送减肥餐哦，送减肥餐哦。哎，什么？居然飞不起啊？靠背啊！我还以为他那边没有，他刚才那个地方不是没有吗？所以我故意撞他一下的。他们敌人好强哦，有难度哎。靠背啊，怎么往后丢？我最好是说要往后丢，我那就只按一下。减肥餐哦，减肥餐哦。好，他们还变黑了。哎，你没有道具可吧？敌人不会用超级喇叭来防御，他只会用超级喇叭来打，来打其他人。我们要来看准这一点，来进行合理的攻击。武汉肺炎，去你的！我看到了。啊，这一场也是轻松达标哦。又是1000块啊，那么的舒爽的吗？拍出最棒的照片，又要来拍出最棒的照片了。那我当然是拿泰国假期的这个黛西公主来拍啦。要有跳跃动作，两位以上准备。
啊，这张不错。拍照留念。那个要泰国来了。刷咔嚓。哎，这样子贴的动作还有效吗？不知道哎。哎，有效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所以啦，好，很轻松的、哦。下一个杯赛啊，我们这一天玩的杯赛是洛约杯、凯撒林杯，还有这罗加宝宝杯啊。哎，我们又可以抽一抽了，来抽起来，绿管，管他的，抽就对了。看到没？这不是我要的吗？现在我的目标就是把普通角色前面那几只给他升八等，所以目前最难的就是路易吉宝宝，他连七等都还没到，八等就升就给他新出了。不过八等应该是最高级，不会再升的啦。毕竟他八等都已经做特效了，他特地为了我们任天堂还为了八级特别做的特效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在八等更高了。哦，我忘记有这个这里的用法，是给他关那个的时候，哎呀，这样我必须要改一个跑法了，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再使用智能驾驶了，没了智能驾驶，其实有很多弯可以直接拐进去的，当然也是需要技术的。这样我必须要在这里再多甩一次。Oh my god， 没及时放下。没关系，至少还是打中，而且还打到那个放火闪电。闪啊！完蛋了，居然撞到！不妙不妙不妙！哎呀，赛博！至少啊，你们看到我现在这个绿金币有比较少，是因为我有抽啦。哎，不对，我有直接买那个。滑翔翼升级票券啊，超级稀有的，所以有比较少。哎，各位汪汪，蜜蝠霜要入手咯，差点按错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汪汪蜜蝠霜，给他买下来了，买。所以呀，又得了一个新的了。呜！我的角色都是一次比一次多啊！哎，居然无效。那这里呢？哎，其实三关都可以狂热嘛。吓了我一大跳。所以买了看起来好像也没用，没关系，
收集越多，好康越多。我们又回到了曼谷飙速喽！其实我也听不太懂这一首歌为什么是慢歌，我听不太出了。是有一点这样风格啊。啊，我被打下来了，就是这么痛苦。Round two. 哦，干，这可以接走这里。原来啊，很多很多人行道都可以走。哇塞，怎么在这个地方给我打完龟？还好没有被超过，啊，不就还好？好啊，达标就是这么轻松的事情啊。哦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收获。来，给他升这一台，这是一台最有优势。他在耀西岛最有优势，直接讲耀西岛就好了吧？那两张票就我决定留着，因为直接抽了那十抽，直接给了我满满的超级，全新的超级，我决定要先留着来观察一波。那不能浪费大家时间，所以就不要现在弄了啦。刚才有点太晚甩尾了，所以我之前没有吃好。那个别吃，那有点远。看刚才，我还以为我倒追了别人了。
又是一个轻松达标的。今天我们的金币可以吃好吃满，不要失控，不要失控，不要失控哦！不要失控，速度还蛮慢的，其实还蛮有机会。不用说还有蛮有机会啊，但是基本配备该成功的。我们直接走密道了，笑死了，我完全没用。后面完全没有关卡，因为后面我直接走密道，那个密道非常明显。好，现在要得到礼物就变得有点困难了。罗杰塔行星，哎，没有错，我的那个罗杰塔秘服装已经获得了，不要怀疑你的眼睛，我获得了，我上次成功取得第一名，所以获得了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。太爽了！还有没有？哦，两滴啦！舒爽，两滴直接冲下去。好，我们继续放下小鹿中间，居然没吃到，怎么可能？难道我放的两根香蕉全歪了？你看，我现在已经在打瞌睡了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我有点累。回家。OK， 50块直接轻松获得。下一个。路易吉洋楼 AKS， OK，
准备开始。刚好在我的脑袋里面幻想，幻想着我要走走。一道具票就我们可以源源不绝使用，赚的都比用的还要多。你怎么直接冲草皮上啊？你看我已经那个打瞌睡，打到我的手有点懒得动了。你应该可以感受到我手有点没在动。好了，不过我不去找时间给他刷记录。啊、哦，又是巧克力岛，23还是 AKS 啊？哦，25万喽！角色升级票券，分数上的。好，我这里又看见了一个即将六等的，就可以在这一关解锁，其实还蛮多的，还蛮多六等解锁的。这一关是有加成的，加成的 OKS 啊！这个有杀伤力，但我为什么一直往里面跑？啊，没杀到前面的，好机会！还有他东西先放了，他东西要是没放的话，我可能就第二名了。345的这个加成怎么才4800分？然后呢，350块钱，又是计时赛啊！我奉陪。
哎呀，错边了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，你是要转去哪里？为什么一直转错边？好累哦！哎，为什么都转不上去？靠呗，我根本什么都没按呢。Oh shit！ 我根本什么都没按，他竟然就这样子搞我，好贱哦！哎，这个操作还不错哦。靠呗，我不要你走，你就故意去走是怎样？你妈的干！中毒了！我要讲求最为完美的，不能因为这小失误在那边就继续给他开下去，不对，这完全没有记录，这完全都没有在计时赛的精神。我现在眼睛张得非常非常大，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走正规路线，我错了。我私下破可以了吧？好，这成绩已经超烂，这成绩已经超烂，啊！干好烂哦，怎么才快了九秒而已？我绝对不允许，我私下一定会把它抄得很好。那我就不说了，我就不说接下来怎么样了啊。那自行参考，自行发挥。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了。明天我们就来打慢慢龟跟瓦利欧杯，还有看接下来那一个大赚金币活动会落在哪里，我们就玩那一关。
好，就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